尽在运通。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股市女王。昨天跟大家说赚钱拼速度，来，现在呢最标的来就是罗森。好，你看哦，现在最标的罗森，我昨天介绍，我们现买现涨停，对。好，今天呢再涨停，如果你有跟上两天20%，除了罗森之外还有什么？来，隐形冠军是环达。好，环达昨天我跟大家说，来，它连续跳空两根涨停，对，今天再跳空向上，最高来到 143.5， 它带量突破，对。好，预期它也会持续的向上。好，除了罗森还有环达之外，昨天呢这两天介绍一档机器人翻倍概念股，是我们八月的这个核心持股，我们42当天买进，对，昨天买现买现赚，今天最高再冲7%，所以呢这档个股它会比价罗森，我们还是持续的看好。还有当时在813块台积电破半年线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哇，这个是蒙城的珍珠啊，股价被低估，要做一个买进，对。你看，如果你当时有听我的，813到今天932，我算过咯，一张价差快12万。好，那这个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大盘，因为今天很多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他问我，哦，老师，大盘止稳了吗？我可以低接了吗？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好，当时哦，那一天哦大跌，对不对？好，跌停加速在954家。我怎么跟大家说？我说好，哦，如果你在这边做买进，10天过后，对，胜率是83%，一个月过后胜率是89%，对。好，接下来我又跟大家什么说？我说好。大盘哦，杀融资维持率，对，有两次，比如说新冠疫情的时候，融资维持率跌到124.3%，对，就上涨，对。再来，2022年美国暴力式升息，对，融资维持率跌到136%的时候，还是上涨。那当天呢，维持率跌到139%的时候，预期这边是低点，你勇敢的买进，对。轻松捡钻石，果不其然，对，今天的大盘，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是不是已经把八月五号这一根的高点给过了，所以我预期低点过了，低点已经过了。好，来，再来，昨天跟大家说好报复性的反弹，对，抓住财富翻倍的机会。好，我相信哦，这两天有看我节目以及我们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我跟你讲，这一波机器人全部都赚钱。好，来，你看哦，今天的这个加权指数跟期货也是呈现正价差。那期货有价格的发现，通常哦，正价差代表指数还会持续的上涨。那今天的台币也是升值的哦。好，你看今天的台股F4带领着大盘往前哦，往前。好，那我要跟大家讲哦，为成功找方法，现阶段最重要，来，低点过了，对，那这个跳空缺口如果回补了，就会开始持续的向上哦，往季线靠拢。好，那我要跟大家讲，现阶段你最重要什么？把手上的持股汰弱转强。如果说这几天报复性的反弹，你手上的个股没有动，那真的你要赶快来找我，来加我的 LINE， 好，我的那个电视机右侧有 LINE， 你加 LINE 跟我说，好，老师，我手上的持股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帮你汰弱转强，因为现阶段开始要反弹，对，开始要报复性上涨，但是呢，涨的股票不一定是你手上的股票，对，像这一波我跟大家介绍机器人，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这几天就活泼乱跳就涨上来，对，那。大盘涨涨机器人，大盘涨涨什么 ？IC 设计跌升反弹的 IC 设计，那不是你手上的股票。所以说呢，趁这一波八月抢钱行情，资金快速翻倍，真的要好好检视手上的股票是不是下一波的翻倍股。好，来，我们来看大盘，来，我定调低点过了，
低点过了，因为八月五号的高点这一波的高点，对不对？上缘20982过了，所以呢，低点的危机解除，危机解除喽。好，再来今天台股哈连九出口连九红哈，今天出口连九红，来，我帮大家准备哈，我们看这边，你看。出口连九红，来这边出口哦，哈，它这个年增3.1%，对不对？长多的格局不变，对不对？我说过哈，老人与狗，我们台湾哦，经济是好的，总体经济是老人，那狗就是股价，那股价就是跌升的哈，还是会回到主人的身边哦，所以现在是这个跌升，它终究还是要回到主人身边，因为我们的经济是好的。好，再来投信买超，昨天哦跌400多，投信又买709亿，连27买，累积的买超1800多亿了。好，来，我一直跟大家说哈，我说来。你看哦，六月份，对不对？投那个我们的退辅基金说大赚2483亿，每个人可以分多少？4万多块。好，我们不要等政府这个劳退基金发钱给我们，对。他为什么可以发钱可以大赚？他就是委托投信代操嘛。那政府基金每次都在低档的时候，哦，跌出价值浮现的时候。他就是大家恐惧，他贪婪，他每次进去就赚钱。所以我说哈，我们也要学政府基金，对不对？大家恐惧，我贪婪。你看，像我这几天，对不对？低档，对不对？我一直带我们家族成员，我们太弱转强，我们低档勇敢进去做买进。我跟你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安国，好，安国我们买在这个163，对吧？169、163，对不对？你看今天的安国。最高来到177，是不是勇于进场？我们也赚钱，对，一张也赚10000块。好，世星 KY， 世星 KY， 我们昨天也做一个买进，对，我买在哪？我买在2180，我算过了哈。你看今天最高2315，而且它真的是很委屈，它股价真的很委屈。你知道它这一波哈？你知道它这一波哈？高点到低点，它跌了58%，哎。它营收是成长，它下半年的成长幅度也高于上半年，所以像这种跌出甜蜜价，你就是要做买进，而不是跌到最低的时候你去做卖出，你就相反方向，永远在追高杀低。所以哦，再来哈，你看哦，所以我一直说我们要学哈，就是劳退基金跟投信的做法，大家害怕。大家恐惧贪婪，你看你害怕他这一段他天天买，他为什么要买？因为他看好未来，已经跌出甜蜜价了。好，再来哈，大家最之前最担心的是这个美国经济衰退，对不对？那现在昨天晚上公布处理失业金救济的人数哈是低于预期，代表呢他对失业率就是说景气衰退有缓解。再来九月。Fed 要降息，我跟你说哈，每次降息之后都会大涨，降息就会有资金的这个浪潮，那对科技股来说是好的，所以一样哦，你趁这一波跌下来，把握八月资金翻倍的机会。好，再来哦，你看融资维持率目前大盘是156%，你看这几天又降了，这边是融资维持率又降了，你看之前哦，4月19号也是降，对不对？融资维持率降到低点涨一波，这几天又降了哈，都在断融资嘛，对不对？所以浮额清洗过后还是会上涨，哦，所以说呢，一样，现在你会问老师，金马贝阿诺走。现在就是要把手上的股票检视好，因为真的下一波如果说开始涨到25000，我说25000不是不可能哦。来，你看为什么我说25000不是不可能？来，你看台积电2025年平均的赚多少？如果53 EPS 53，你乘以20倍是1060块，哎，对。好，再来。我说外资哦，调高目标价到1500，对，好，那现在才多少？930，那至少我们
不要讲好，如果500块还可以贡献至少4000点，所以我说25000是有机会。好，从现在到25000，对，你要想哦，到25000涨的不一定是你手上的股票，所以趁现在你一定要把手上的股票真的好好的检视一下。好，没有产业前景的，我们把它换到有产业前景的，或者说你说啊，老师，我前几天都弄断头都砍光光，那没有关系，好，剩下这个多少钱，我就帮你赚钱拼速度，一档一档把你之前赔的赚回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罗森哈，好，你看罗森。我昨天第一时间我也在这边介绍罗森，对不对？好，你看罗森，我跟大家说，我罗森昨天跟大家说，我们一开盘市价买，对，好，买没多久就涨停板，对，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罗森，好，昨天现买现涨停，今天又来涨停，对，所以我们还是持股续报。好，来，你看，我跟大家说，我看好罗森的理由是什么？他跟达明有没有？他跟达明合作机器人手背。好，他上半年的营收是年增89%，对，好，再来，你看哦。这是我当时介绍罗森昨天嘛，我说你看他持股人数，大户持股人数73%，筹码是非常的集中，而且主力在做买进了，对，昨天你看，昨天晚上我回去看，发现哇不得了，外资昨天买1600多张，主力还在买，对，你看哦，如果你跟我外资昨天盘中再买进，我们是不是也买进？因为我自己有一套好，我自己写的程式交易，还有大咖盘中买进，我也知道，有时候都比大咖买得早，主力买得早，所以往往我可以吃整段。好，你看精彩，这就是我可以吃整段的例子。你看精彩，我143做买进，对，好，你看我买安全，买产业前景趋势向上，我吃整段呢。他今天他这个是股灾，就是杀融资嘛。好，如果你追高，当然被断融资。可是我买低耶，买低耶，我买产业趋势向上，直到昨天，精彩好，投信还是在买。所以说呢，精彩。我们还是持续的看好它，我们今天波段获利已经55%，还是持续的看好。好，来你看哦，所以我说哈，你看罗森昨天外资买很多，对，主力也买，但我们一开盘就买。好，你看我昨天一开盘我买在113，现买现涨停，对，好，今天再涨停，两天是不是就20%？好，我昨天怎么说？我昨天说来，你看哦。他前一天自息量就被我发现，所以昨天一开盘，我带我们的家族成员做买进，对，好，你看上涨出量，而且 K D D 档黄金交叉有没有 ？M A C D 柱状已经开始缩脚，好，你看今天又跳空向上，我跟你说，红三兵代表什么？气势很强，还会持续向上，有没有？头肩底打底完成，好，你说看周线，我昨天也说，你看它大户持股人数73%，有吗？股价上涨，筹码集中，代表散户都没有，就是都没有跟上，这个就是筹码集中，涨多少是他决定，而不是我们散户决定哦。好，来，那好，就是说现阶段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哈，你看。现在进场，你胜率还是比别人高3倍，对不对？啊，如果说你现在说，哎，老师，那我现在手上的个股，我不知道怎么汰弱转强，或者说，老师，啊，我前几天害怕，我全部都出光了，手握现金，没有关系，来，你现在如果手握现金，对，好，或者说你想要汰弱转强，对，赶快来找我，第一档我帮你翻身。套牢的股票我先帮你解套，第二档我就可以帮你翻倍了，对，好，八月翻倍进场就剩现在，想要跟上我们这个八月翻倍股的广告的时候先打电话。那下个阶段回来我要跟大家介绍，就讲说哎，机器人标兵，我说他比价这个罗森，那是哪一档呢？休息一下回来我再跟大家做分享。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那个古梅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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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0909。骏达投顾真心照顾。骏达投顾梅英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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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达投顾真心照顾。又迟到了。犯界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哦，很慢嘞。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回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这几天都有跟上我们机器人的脚步哦。来，你看，来8月8号，对，昨天嘛，对，好，你看，我说好跟上八月的抢钱行情，有没有来轻松捡钻石？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昨天写什么？罗森，对，你看罗森今天是不是涨停？对，好，再来隐汉，来隐汉，对，机器人概念，今天也涨停，对，哇，都是连涨两天，超强的。好，所罗门，我们看一下，哇，今天也涨停，有吗？好，再来，来值得1597，今天也是涨停，有没有超厉害的？好，再来，你看8月7号，我是不是这样写？来系起安全带，台股要起飞喽！8月7号，对，好，你看罗森、隐汉、所罗门，值得有没有？好，再来最厉害的，我说 IC 设计要留意喽！哈，你看今天的 IC 设计，我说世新 KY， 对，好，8月7号在这一天，是不是低点就留意我们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好，再来神盾集团，我们看一下神盾集团有没有？你看8月7号就跟大家说要留意了，好。所以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你说啊，老师在哪里可以加入你 Light 粉丝团的家族成员？右下角的 QR code， 赶快加起来。还有今天哦，最重要，假日最重要就是检视手上的持股，因为台股要起飞了，一定要汰弱转强。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汰弱转强，或者不知道手上的持股八月营收好或不好，下半年是好或不好，没关系。你可以加 LINE， 然后呢，把你的这个持股哦，把它写上去，然后呢，我会请我们的助理拿给我，我帮你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机器人哦，你看那时候呢暴跌有没有？暴跌17000点，我怎么说？大概惊嘛？你看那天暴跌17000点的时候，是1700点的时候，是在这边暴跌1700点的时候，对，我帮大家找到什么？我说我们要为成功找方法，对，逆境找出路，对。好，来，我帮大家找什么？机器人有没有？我说机器人可强短，有没有？好，再来，因为它是这个8月21有国际自动化大展嘛，好，对，好，你看我是拿。然后再来的，我跟大家讲说，我这一直聚焦的是这个影像辨识，就是 AI 突破这一块，像金城科有没有？金城科我为什么不卖？我们把它缩小，对，因为它也是跟机器人相关啊。我在66买，对，我买低，
对，买安全，买产业前景趋势向上。对，你看这一波，我到165带我们的家族成员出一半，有没有？我剩下的一半我还是续报，因为我还是持续的看好。安全监控跟机器人也是相关的。我昨天跟大家说，我说哦，他昨天量说要起标了，对，今天涨4%。我的另一半金城科还是获利120%。好，再来哦，随着日元升值，我看好的是什么？工具机相关嘛。因为哈、日元升值的话，台股工具机是有竞争力的。好，再来，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说再跌1700点，赶快进去买机器人？因为呢，人形机器人它2027年全球出货量超过10000台，这是新的商品哦。好，2024到2030年预估成长是83%，真的很多，可以翻倍哎。好，再来环达，环达其实它跟机器人也是相关的。好，来你看，这是我们的家族成员，我说恭喜环达今天强势的上涨，有吗？是我们的核心持股，好，我们获利续报。好，再来，其实环达它有什么？其实它是自动化感测专家，随着 AI 水冷式散热，它要感测嘛，那它是全球唯一哦。好，再来它还是台积电供应链的一部分，对，那它也有机器人商机。好，你看环达昨天介绍，对不对？它真的是很强，今天持续的上涨，最高来到哪里？143.5，它是隐形冠军哦，它在产业是隐形冠军。你看哦，它维持率，我有帮大家看，它融资维持率真的杀的差不多了。来，你看，它筹码集中之外，你看它融资维持率，它杀到138了，已经要补缴，所以这一波追高的人都被断头，头肩底打底完成，有吗？还是会持续挑战前高，这是我们核心持股，所以我持续的看好它。那也恭喜我们的家族成员以及这个昨天看电视的这个观众都赚钱了哈。那最后最重要就是机器人标兵，我们8月的核心持股，来这一档日元升值加机器人哈。而且是 AI 哈，好，来你看，我8月8号我们42对买进，对，好来，那这个昨天是现买现赚嘛，对，好，那这个是8月9号，今天最高来到48哦，所以持续获利当中。那你看昨天外资昨天买2000多张，主力买1000多张，也是都在吃货了。好，它是价值型，因为它本益比才20倍，对。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是成长股，它每年营收都成长。好，来最后来不及了哈，你看42介绍，对。然后昨天最高拉到45，对，那今天最高拉到48哦。好，来，有没有？昨天跟大家说啊，头肩底打底完成哦。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K 线图。哇，今天超强，跳空向上，红三兵，有没有？再来 ，K D 交叉向上 ，M A C D D 跟翻红，挑战前高，它会比价罗森，它现在才4字头，罗森多少？罗森已经133了，所以说来，如果说你想要太弱转强的，想要跟上八月翻倍标兵的，第一档我帮你翻身，第二档我帮你翻倍。广告的时候打电话进来，我们礼拜一见，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我是你老婆，你累了吗？宝利达蛮牛，精力充沛，会抢。宝利达蛮牛，金包银，空流水。硬朗的股没老师。
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2781-0909。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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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达投顾真心照顾。骏达投顾美女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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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达投顾真心照顾。骏达投顾美女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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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达投顾真心照顾。骏达投顾美女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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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骏达投顾真心照顾。骏达投顾美女老师，七夕情人节，让您有钱花随便花，花不完，幸福人生翻倍翻，七夕特别优惠，马上来电02-2781-0909，2781-0909。骏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我们不造神更不成魔，专业智慧经验负责，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骏达投顾真心照顾，02-2781-0909，2781-0909。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股市名师现阶段。